天启元年，自封天命汗的努尔哈赤立国号为大金，从建州府起兵。借明朝皇权更替、军备废弛之机，趁萨尔浒大捷之势，接连攻占开原、铁岭、沈阳、辽阳等重镇，关外顿时狼烟四起，风雨飘摇，大明江山危在旦夕。希望一定要送出去，不然锦州城，锦州城就完了。是，快去。哎呦，皇上，累了吧？啊，累了。哎，快快歇会儿，哎，哎呦，您别说，这还没完工呢，老奴瞧着都美。这要是完了工，不定得多美呢。等上了漆，给朕拿到瓷器口去估估价。是。什么事儿啊？这是兵部孙大人呈来的前线唐报。行了，下去吧。是。什么事儿啊，程臣？回皇上，这是兵部送来的前线唐报。哎，放在案头上，等朕忙完了再去看。是。孙阁老，请。哎呦，孙大人，敢问魏公公，皇上请孙某来有何吩咐？这不皇上啊，忙了一天了，累了，回景仁宫歇着去了。这孙阁老白天呈送的唐报啊，皇上他老人家没来得及看，这就让咱家瞧着办了。那魏公公倒是说说，可派何人领兵驰援锦州啊？哦，咱家倒是细细的想来，这诏狱天字号里头不是刚送进去一个能带兵的死囚吗？
大家知道那是孙大人的爱将，铮铮铁骨，这要是白白的死在天牢里，不是可惜了吗？这就想啊，替孙大人着想，在皇上他老人家面前美言几句，把人呢从天牢里头弄出来，将功折罪。那倒要谢谢魏公公。魏公公有什么话尽管直说吧。啊，这现在边关战事吃紧啊，辽东经略还有总兵的任上都缺人呐。兵部王在晋王大人忠孝，愿意给朝廷卖命，咱家就想着呀，要不让诏狱里的熊廷弼熊大人补个总兵的圈，帮衬帮衬王大人。熊大人守边不利，导致边关吃紧，当按朝廷法度按律治罪。哎呦，您先别急着回话呀，咱家这不是替您着想吗？不劳公公费心了，辽东经略与总兵之职自由皇上圣裁。孙大人，这督察院参您欺君怠慢的折子，咱家可是给压下来了啊！这哪天皇上要是想起来勤政，说想看折子了，哎呦，那咱家可就摁不住喽。孙某相信圣断自明。倒是公公，这锦州求援的唐报到了。嗯，本想着借这个机会把咱家那些乖孙啊都给他扶上去，嘿嘿，不成想啊，兵部孙老儿不领咱家的情，不买咱家的账。这孙杨就是那副德行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了。哼，你还想和他们霸占沿河？哼，现在碰一鼻子灰了吧，还让那个孙老儿小瞧了你。哼，既然不领咱家的情，可就别怪咱家翻脸不认人，明儿个廷议咱家好好的治治他。可如果孙杨他们就是不肯罢手，非要搅局呢？夫人有所不知，这领兵驰援的活那就是个找死的差事。哎，等那领兵驰援的人到了锦州，怕是锦州城早就被人攻破了，到那个时候再参他一个用人不当贻误战机的罪过，岂不更好吗？哼，还是你的鬼点子多。宁远兵多将广，城坚炮利，守将祖大寿更是沙场的宿将，万不可小觑。阿民，我传你一道将令，攻城之前告诉祖大寿，宁远城若是有一人不降，破城之日不分老幼全部斩杀。傅寒，万万不可。锦州一战我军损失惨重，急需整军休战，若此时再拥兵宁远，实乃兵家之大忌。哼，此外傅寒每下一城便屠一城，若每山皆此，我大金铁骑满州百姓将如何在辽东立足啊？黄乃杰，是啥叫兵家大忌啊？咱们哥几个从小就跟着傅寒东打西杀的，不知道啥叫兵法。我蒙古二太只知道乘胜追击，
就得杀。二哥，你说对吧？没错。四弟，你怎么给他们求上情了？在攻打锦州的时候，你就消极待战，对他们心存善念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傅寒的七大恨，你忘了吗？傅寒，好了，皇太极，以后离他们远些。哼，若是我们满人的血性没了，那才是真正的南里辽东呢。儿臣恳请傅寒三思。我意已决，三日之后兵发宁远。将军，要不要请求支援？支什么援？先给老子打他三天。是。努尔哈赤攻破锦州都围了宁远三天，这时候锦州求援的唐豹才摆在朕的龙案上，如此懈怠，朕养你们有何用？臣等有罪。都别跪着了，起来回话。启禀皇上，据臣所知，锦州的求援唐豹三天前就到了兵部，却被兵部牵延时日，实乃贻误战机，蒙蔽圣聪。锦州大败，实乃兵部上下松懈懈怠之罪。臣请求皇上治兵部尚书孙大人之罪。启禀皇上，微臣有本要奏。御史崔大人方才所言，纯系满嘴胡言，信口雌黄。据臣所知，三天前锦州求援唐豹一到兵部，尚书大人便急承皇上御览，片刻不敢耽误。至于什么牵延时日、贻误战机，纯系故意重伤。臣恳请皇上治御史崔成秀诬陷忠良之罪。那依侯御史所言，皇上为何今日才看见唐豹？这是有人留中不发，欺君罔上。一派胡言，请皇上明察。这明明是内臣中有人留中不发，欺君罔上。胡说！留中不发，贻误战机。明明是欺君罔上。好了，你们两个住口！吵什么吵？崔爱卿呈奏之事，老师可否明言？皇上，臣确有欺君之罪。所乘至兵部的唐豹并非来自锦州前线，锦州来的求援唐豹写得非常简单，只寥寥数字，臣怕惊扰皇上，于是擅自将微臣所预料的战事情形书写呈于皇上御览。这便是锦州唐豹，请皇上过目。快呈于朕看。是。欺君之罪，万死不辞。锦州破城之时，臣便料定努尔哈赤必定不肯就此罢手，不出三天定会南下攻取宁远，便将应敌之策快马传到宁远，令宁远参将祖大寿小心提防，只可据城坚守，绝不可出城与之决战。只要坚守数日，朝廷援兵一到，定能大破努尔哈赤叛军。一个小小的宁远城就困了我们三天。
我们大金铁骑的英勇哪儿去了？守宁远的都是天兵天将不成？禀告傅寒，现在宁远参将祖大寿料定我们会进攻，早已加防了布控，不仅守军增加了三成，就连弩机炮矢也增派了许多。老师不愧是我大明之栋梁，所谋之远，所虑之长，朕之所幸，大明之所幸啊。老师，依你此言，朝廷此刻该作何处置？回皇上，当前边关战事吃紧，形势万分紧急，朝廷当下当尽快提任辽东总兵及辽东经略之职，亲率大军据守山海关，与宁远遥相呼应，暂破努尔哈赤叛军之后，再步步为营，养精蓄锐，待时而动，一举攻破逆赤。殿下，你有何看法？傅寒，儿臣听说前几日我军驻防柳城河之时，四弟曾捉到几个流民，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让人跑了，是不是这几个流民跑进了宁远城，这才让祖大寿有了防备？傅寒，儿臣胡说八道的，还请傅寒恕罪。好了，起来吧。谢傅寒。哼，你身为本寒长子，岂可乱听胡言？大战当前，你们兄弟四个应该牢牢抱成团，劲儿往一处使。嗯，儿臣谨遵父寒教诲。皇太极现在何处？回大汗，四贝勒此刻正在城北与敌军激战，暂时无法脱身。报！报大汗！城北的两队人马已全军覆没，四贝勒带着所剩的十几骑，现朝索子堡方向败走。追上皇太极，杀了他！驾！老师，如你所言，何人可担此重任啊？皇上，臣以为辽东经略熊廷弼。皇上，臣有本奏，天启元年，兵部左侍郎熊廷弼由兵部尚书孙大人所荐出任辽东经略，至两年之内，努尔哈赤贼势大增，辽东千里沃野化为白地，百万无辜百姓流离失所，民不聊生，熊廷弼之罪罪过于天，孙大人之见可谓荒谬，乃蒙蔽圣聪，倘若再依孙大人所见，实在不妥。长臣，老奴在。依你之见，何人可做辽东经略？回皇上，老奴是内臣，这朝堂上的事儿不懂，也说不得，还是问问孙大人的好。老师，崔爱卿所奏之事，您如何看？皇上，丢弃辽东数百万百姓疆土，未得圣意，擅自退兵，实乃欺君之罪。不过，熊大人之罪另有隐情，还需交三法司细细审问才好。如果查明，再行定罪也不迟。放！赶紧下马，快！Come on.
我冲出去！将军不可，回宁远要紧，快走！跟我撤！你们掩护将军撤走，我们跟他们拼了！杀！给我上！现在辽东经略和总兵之职暂缺，你们可有合适人选啊？皇上，兵部左侍郎王在晋王大人可担当此任。站出来，让朕瞧瞧。皇上，臣王在晋叩见皇上。朕封你做辽东经略，你可敢啊？皇上，臣无德无能，实在难以担此重任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王爱卿，不要再谦虚了。辽东经略之职非你莫属，朕就封你兵部尚书，赐你尚方宝剑，出征山海关，定要把那努尔哈赤挡在山海关外。臣谢主隆恩，谢皇上恩宠。此战全赖先生神机妙算。拖刀计设伏锁子堡，我皇太极从军以来大小出战数百次，从来就没有像今天这样这么酣畅淋漓过，痛快！傅寒大帐，定为先生请功。谢四贝了。儿臣拜见傅寒。禀傅寒，我部两个千人队已经攻进宁远北门，控制宁远全城。此次攻打宁远能够如此顺利，全赖范先生运筹帷幄，以计取胜。儿臣恳请傅寒好好封赏先生。辽东经略一事已议定，那辽东总兵你们有何人推荐啊？皇上，臣有一人可荐。说，喜峰口参将满贵。满贵？启禀皇上，这天启元年，满贵将军在任上好酒贪杯，误了战事，这兵部尚书孙阁老一怒之下把他降为食堂游击，目前赋闲在京。老师，可有此事啊？确有此事。那这就难办了，既是老师定罪之人，必定劣迹斑斑，朕岂敢再用啊？皇上圣明。大汗赫赫天威，兵锋所到无不望风披靡，此次能赢全凭大汗的神威和四贝勒的勇猛，臣只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，微不足道，不敢贸然领赏。你下去吧。啊，臣谢大汗。那众位爱卿，你们还能推荐何人啊？皇上，现在正值战事吃紧，臣倒是觉得满贵将军虽有贪杯的毛病，可他毕竟为我大明立下过赫赫战功，只要皇上驾驭得当，此刻正好使其将功折罪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我不赏他
自有不赏他的道理。日后你会明白的。我们满人骑的是烈马，开的是硬弓，打仗凭的是一往无前，有死无生，而不是什么纸上谈兵，耍计弄闲。这些话我要你牢记在心，用马铁钉钉在你心上。儿臣记住了。好，此战你立了大功，说吧，要何封赏？儿臣不要封赏，只求傅寒一道将令。你说。儿臣恳求傅寒放过宁远数十万无辜百姓，不要屠城。再者，儿臣恳请傅寒即刻拔军北上，就此退军。退军？他们今天为民，明天拿起武器来就是反抗咱们的兵。辽东百姓有百万，我们杀得过来吗？我的战马已经嗅到了山海关的胆怯，我的马鞭已经碰到了山海关的城墙，此时此刻胜利就在我眼前，你这个时候让我退兵？傅寒，明廷暴虐无道，这些百姓已经没有活路了，如若傅寒再添杀戮，只会让他们殊死抵抗。只要傅寒宽正人和，不再把他人蔑视看轻，民心所望，他们岂敢与我们为敌？锦州宁远一战，我军损失惨重，已然乏力。再者，此次行军千里，远离后方，傅寒难道没有看到吗？所到之处尽皆白地焦土，这些百姓是活活要饿死咱们呀！一旦被围，后果不堪设想，岂可再仓促南下？傅寒，前往武断行事啊！儿臣恳请傅寒三思。皇上，臣可举荐一人。哦，是谁？兵部直方司主事袁崇焕。此乃何人呢？回皇上，兵部直方司主事袁崇焕一年之内三出山海，遍查辽东三府一山一水一城一堡，亲手绘制辽东守备攻略图呈于我处，微臣以为此人实堪大任。啊，是吗？快呈于朕看。是。哇，哎，程程你看、啊、这山，是这水、啊、还有这城池、啊、是。没想到我大明的关外疆域如此之大，这种图朕还是头一次见呢。是皇上，您看这还有诗呢，这还您看什么辽千里百兵百万。哎呀，程臣你给朕看看写的是什么呀？这老奴愚钝，老奴看还是让孙大人念给皇上听吧。老师，禀皇上，兵部直方司主事袁崇焕现就后于午门之外，请召来一问。是吗？嗯。哦，好，召他觐见。是。传兵部直方司主事袁崇焕觐见。传兵部直方司主事袁崇焕觐见。传兵部直方司主事袁崇焕觐见。
臣兵部直方司主事袁崇焕叩见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平身，谢皇上。袁爱卿虽然官职不高，但时时想着辽东战事，关外百姓，朕心甚慰。朕问你，你为何要绘制此图啊？启奏皇上，锦州一役，臣亲眼目睹400,000军民皆成乱臣刀下之鬼，触目惊心，肝肠寸断。朝廷若不即刻遣一上将亲提天师前往平叛，宁远之祸难平，锦州之祸将重演，建丘之祸将不亚于汉朝之张角，唐末之皇朝。大胆！如此说来，这当今的皇上难道是汉献帝唐僖宗不成？皇上，此人讲话含沙射影，诽谤皇上，微臣这里听着都觉得胆战心惊，请皇上治其大逆不道之罪。刚才袁爱卿说错什么了吗？这汉献帝唐僖宗又是谁啊？哎，袁爱卿，你怎么停下不说了？上朝这么久，朕就爱听你说话，提气儿。来，起来，继续说。谢皇上。刚才的话，现在收回去还来得及啊！儿臣再求傅函退兵，万死无悔。你大哥稳重，二哥果敢，三哥莽撞，唯独你啊，皇太极，你让我说你什么才好啊？啊？现在你是不是觉得万箭穿心，如千万条蛇蝎在吃你的肉，喝你的血啊？听好了，我要你给我记住一句话，我努尔哈赤的儿子，不管出身，不问来路，永远都是天上展翅翱翔的雄鹰，地上捕猎的恶狼。我努尔哈赤的儿子，不但要会打仗，还要有一颗跟铁一样硬朗的雄心，知道吗？启奏皇上，只要我们在山海关、宁远、锦州一线重新建立防线，挡住努尔哈赤南下之路，将其困死在建州，不出3年，建丘之祸尽消，辽东可安，我大明江山可安。你们兄弟四个，就你最敢想敢说敢做，可是你只看到了本汗杀伐四方，你却没有看到本汗的雄心壮志。本汗征伐四方，将各部落团结在一起，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统领着天下，做一个真正的天可汗。袁爱卿所言，实乃平辽之良策。王体贤，将此图传与众爱卿看看，众爱卿都学学人袁爱卿，若人人都有此等报国之心，何愁建州叛军不灭？今日即使你不冒死谏言，本汗也要退兵。那柳城河的粮草被烧了一半，我努尔哈赤不可能饿着肚皮去打仗的。好了，皇太极贬作千夫长，令其在军前效命，大军即刻撤出宁远，不可骚扰百姓，稍作调整，明日撤军北上。袁爱卿，听你这意思，你是想做大将军？
启禀皇上，做不做大将军，臣不知道。只要皇上与我兵马钱粮，袁崇焕可一人独守辽东。好，朕就封你做辽东经略，提领三府军政。启禀皇上，万万不可呀！袁崇焕不过是从六品兵部直方司主事，贸然领受经略之职，实在不妥。再者，皇上刚刚委任兵部左侍郎王大人为辽东经略，若朝令夕改，定会寒了臣子报国之心，望皇上三思。那以老师之见，袁爱卿可任何职啊？正五品山东按察司佥事，山海关监军，才升一级啊。好，那就这样，朕就封你为山东按察司佥事，山海关监军。不过朕着令户部给你拨出饷银20万，供袁爱卿招兵之用，所募兵马皆为爱卿指挥，旁人不得过问。臣叩谢皇恩。袁崇焕叩谢皇恩。我有一事不明，还请先生赐教。既然傅寒听了我的谏言撤军，却又为何将我贬作千夫长？有一句话说，君欲取之，必先予之。此次三位贝勒大败，可是大汗却大赏了。四贝勒立此大功，可大汗不赏反罚，这是为什么？其实大汗叱咤疆场这么多年，他早就知道这次南下毫无意义，只不过这贸然退兵，碍于颜面上过不去罢了。可是三位贝勒却没有看出来，执意要去，只有四贝勒看出了其中的关键，范言直谏。你说今后在大汗的心中，你和三位贝勒孰轻孰重？那大汗这次的惩罚是对了还是错了呢？先生之言让皇太极幡然顿悟，此番受罚受得值当。老爷，袁大人求见。哦，请他进来吧。是。哦，等等，直接带到这儿来。是。千岁爷爷，今儿您在朝上放了那袁崇焕一马，还让他当了一个正五品的监军，这不但皇上高兴，就连孙杨那帮老儿啊都夸赞爷爷呢，私底下都说爷爷大度。爷爷平时是怎么教你的啊？哎呦哎，瞧小的这嘴，该死该死该死。爷爷在家里啊最听不得关于孙杨那帮老儿子们的这糟心事儿，瞧小的这记性，他怎么就给忘了。这个袁崇焕下朝之后有什么动向？爷提到这事儿，这小的这气就不打一处来。这是爷爷大度，赏得袁崇焕啊当了一个芝麻大的小官儿。这按理来说，这袁崇焕下了朝应该第一时间上爷爷这儿来孝敬，可这袁崇焕倒好啊，这麻溜就奔了他孙老儿的府上。这也怨不了他，这一个外任的县令刚进京城，这京里头花里胡哨的看花了眼，拜错了庙门。等他历练多了，跟头栽多了，他也就知道该拜谁不该拜谁了。兵部直方司主事袁崇焕拜见孙大人。袁大人进京做官没有几个月，却对登门认主、熟络同僚的门路得心应手，老夫这是当喜呢
还是当忧？大人，冲焕深夜来访，不是为了感谢大人提携和保举之恩，而是向大人请教平辽之策。如果大人觉得冲焕鲁莽，冲焕这就告辞。等等，明儿个你去趟户部说一声，皇上拨给袁崇焕的20万两银子，一两都不能动。是，请千岁爷爷放心，这银子出不了户部，全是咱家爷爷的。哎呦，你知道个屁呀！一两都不能少，原封不动的给袁崇焕送去。